Oh, piola, piola, piola!我终于苏醒啦！哎，任务在哪里？完了，心急吃不了大鸡巴。欧派特大号，飞爽哎！啊！这是捕食攻击！啊！这一招是不是一定要人家帮忙撒粉尘才有救？为什么不帮我撒粉尘，吉利？为什么都不帮我撒粉尘？飞爽梅，哦，坏车大号，飞爽梅。我操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！哈哈哈哈哈！准备好了，喝水。我知道看几次算几次。哈哈哈哦，真的很帅。我不是啊，明明就是轻易火力掩护我被锁定。ID 蛮会取的嘛。干他妈的！起飞！看来造成人家困扰。我靠，这音乐太屌！傻傻傻，我为什么要帮你撒粉尘，吉利？哇，帮他撒粉尘啊，傻啊啊！我没粉尘，我全部撒完。不要了，可惜啦！这也跟烂灰一样，就是越打会越轻松嘛。哦，真的耶，还有达成度。原来是炫鸟成熟体，炫鸟特异种，古龙种魔腿，大家一定要去大看炫鸟。还用他的后脚踹你一下，跟古龙踹你一下的火力一模一样，击飞动作也一模一样，我就觉得他超好笑。好啊，还敢不带破坏网啊？好啊，还敢不带破坏网啊？好，哎、欸、哇，你有带破坏网？我也没带。
哦，看超痛的啦！穿着不动衣装直接被拍到死，谢谢大家！操你妈！我的发完了！哦，吓我一跳！还好，哎，漂亮！吓死我了！我刚真的觉得完了。剩余的许得数三，我要从这边选择我要的三把。好，我来选麻刀，天地黄提龙的神秘，这个就蛮尴尬的。没啥好货，我先拿这个麻痹刀，攻击力强化，哦，很尴尬呢，没啥屁用哎。嘿嘿嘿，好好玩的。蛮恶龙的八七是吗？没用，没有用啊，哥哥。到底啥小？你的垃圾！四套龙的礼脉，好烂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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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呼呼呼！不要啦！差点就挂了。哎，这样为什么没中？又是一个懒觉判定。懒觉判定。哎呦，他真的喊了懒觉判定，卡普通也是蛮懂的。懒觉判定，单手剑有什么特效？看不出来，还是你还没有觉醒？我已经觉醒了，妈逼魔剑，好烂，我要气死了。你知道我气死了会怎么样吗？就会死。我气死了。到底想怎样啊？有，这把一定有。你看，出来了。傻小啊。我看有起爆了，烦死了！哥哥，给点空间啊！我已经十秒没有站起来过了，弄得好像我。更年期阳痿，不要这样。哎、欸、啊，这是怎样？这怎么算？这里有吧？哎干！哦，有人被堵起来了。为什么不帮我杀粉尘？啊啊啊！哎、欸，漂亮，打得真好，只有你，全世界拼命的灌水超屌。他那个起飞其实蛮好笑，好像他要直接回家一样。先回据点喽。哦哦哦哦！哎，这比我三天刀还屌啊！九二，怎么跟我三天刀火力一样？可是直斩又麻痹，暴击率还更高哎！我本来原本想说三天刀很屌，可是它四动，就一个四动的格子，我觉得很屌。没想到这个也四动，然后六探在跟我秀他的魔枪。
国中生哦、喔，啊干！哎哎哎哎哎！哈哈哈哈哈哈 ！Air counter。这第一次看觉得很帅、很强、很恐怖，之后开始哎、魔刀啦！哎、哎、为什么奥麦特莱要死在旁边？他歪了，歪歪超好笑！啊！贱人，你给我放！哦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！关我屁事啊！好美，好美，好美！我干！关我屁事！救救我，我妹子！快帮他杀！为什么不帮他杀粉尘啊？妈的，我第一场被这样弄死的时候，我的队友完全弃我于不顾，现在想来有点气，因为我不是妹子嘛。我这么尽心尽力的在为着我的队友们战，只要打得赢我什么都好。可是为什么不愿意帮我吃粉尘？哇！是吹地鼠。我刚刚唱了一个吃脆皮猪的歌词，十四，我第一次看到十四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我的背景。干，我的背景看起来超八加九的，可惜。哎哎，梅鲁卡怎么了？做效果。你也是很会做效果。闹了，别闹了，别闹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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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帮我杀粉尘啊，队友！啊！帮我杀粉尘啊，队友！哦，为什么？